诺诺，诺诺，诺诺。最近我就有察觉到诺诺他的右边嘴巴的部分会特别的肿，然后有脱毛的现象，所以今天呢决定带他去看医生，因为我怕是肿瘤之类。这个是我在网上找最靠近我家的兽医诊所，然后刚好他们有就是帮 hamster 做 check-up。然后还好不是肿瘤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家。